我吧，曾经跟妮可基德曼合了张影，然后还把我们俩的照片发到他的社交平台上了。假的。你在哪里见到他了？是活人还是照片？活人那肯定是。你在哪里见到他的？一个活动上。你在哪个活动上？大型活动。大型的一个活动。不是，我就问你什么大型活动？一个晚会，购物的那种活动晚会。在哪儿啊？这个晚会？上海。啊？上海，上海，上海都听不懂啊，上海。然后你跟他合了一个影。他走过来跟我合的影，还发到他的。啊？呸！越说越像假的了。真的，他主动走过来说：“哎，我去合个影。”你是杨迪？这话没说，这话没说。你可基德曼是天津人吗？你是杨迪吗？妮可基德曼把他跟你的合影发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了，对对对，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合影，人还挺多，反正，但是我一眼就能看着我，跟你合影，你旁边那人是谁呀？我们就我俩最红，一个问真的。